气啊，跟以前都不太一样，是吧？这里头呢，好像带着一点点那个吃醋的感觉。吃醋？我爸，吃醋的前提呢是你要喜欢对方，所以才会生对方的醋。可是我不喜欢白千蕊。哦。这可是啊，自从你们两个不小心喝醉，然后那个了之后啊，我总觉得你们俩人相处跟以前了不大一样。发生那种事情之后，当然都会管嘛。哦，哎，这可是啊，这白千蕊啊，他跟你求婚的时候，哎，我看你脸上那表情啊，哎呀，好像真的被他感动，连我啊，都差一点觉得你们两个是互相喜欢对方的。真的不喜欢白千蕊？应该没有吧。哎，这不确定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从千蕊那里开始确认，是吧？你的意思是说白痴王子他喜欢我？嗯，这当然有可能了。哎，你看看啊，他铁人三项没通过，那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担心你溺水，是吧？然后你生病以后，他帮你又是做复健的，啊，又帮你到处找医院，是吧？哎，然后他又为了你，抗下了我们地北男排队队长的位置。哎，这种种看起来啊，我觉得他好像真的就喜欢你。是吗？你还不相信？没关系，我们来做个测试。测试？哎。白千蕊啊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今天早上不应该对你多少事情，害怕你的早餐打扰我。没关系的。这个披萨给你赔罪。这样就对了嘛。看，你一开始讲道理，整个人就可爱多了。来，你也吃一块吧。这里啊，阿静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啊！阿静，其实从大学到现在已经四年多了，我都真正的喜欢你，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告白，但是没有想到被侵害，接触心灯，所以为了兄弟之间的义气，强忍住内心对你滚滚的爱意，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我等到清汉离开你的那一天。这几天我左想右想，朝思左思右量，朝思暮想，我决定踏出了这一步。海静，我要告诉你，我爱你，会带给你幸福的。在这宁静的夜晚，我哎呀，涛，我废话不多说了，你要不要嫁给我？哎呀，德华，我真的太意外了啦！我本来还以为啊，像我这样子的女生，除了清汉以外，就不会有任何的人喜欢我。哎呀，你这么说，我实在是太感动了，所以我答应你。啊！我答应你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德华，你是真回去啊？德华，对，好，那你好好考虑，
我先回去了。哦，我好爱你哦，拜拜。阿海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德华这么花，你也相信他的鬼话？哎呦，那话不是这么说的嘛，反正再花的人心中一定都还是有个真爱啊。而且你刚好听到吗？他说他喜欢我4年哎，你觉得我忍心在他面前拒绝他？那你也用不着接受他，而且我从来看不出来他喜欢过你。哎，你很奇怪，我刚刚只是说考虑，又不要答应他，干嘛那么激动？我是为你好哎，全排球队都知道他是一个。哎呀，好了，我好像一直都忘了告诉你哦，其实德华呢，就是我心目中白马王子的伴侣，我为什么不能考虑？不是啊，你不是才跟陆千寒分手，过一下单身的日子会怎样？我告诉你啊，单身的日子很自由，很惬意，不用一直被绑住。像我，最近跟凯琳的状况也不一样啊，凯琳也越来越喜欢上我，但是我也没有做任何的行动啊，因为我觉得单身还是挺开心的。很抱歉啊，我并不想一个人生活，一个人生活太辛苦太孤单了。我也想要有一个人可以照顾我啊，陪伴我啊，关心我啊，甚至在我难过的时候可以安慰我。我不是一直都有关心你吗？你说什么啊？我是说，我一直都有关心你，照顾你，然后这样还不够吗？哎呀，你去过你的单身生活好了啦，我还是去找德华。什么女人嘛，才刚分手就急着嫁给别人，真的是替陆晴涵不值。哎，王子真的在吃德华醋哦？好像是吧，他还说他一直都很关心你。天啊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的情敌居然会是我的好朋友。哎，什么情敌啊？白天瑞他又还没有说他喜欢我。他喜欢你，王子绝对喜欢你。我牵着你从此天长地久。什么情敌啊？白天瑞他又还没有说他喜欢我。他喜欢你，我是绝对喜欢你。别吵架，我觉得，拜托，可是海清又不是王子的女儿。我又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如果男生啊喜欢你，看清楚，其实我不一定喜欢啊。我觉得啊，其实王子现在是雄性动物，是捍卫领土内雌性动物的本能作祟。最好啊，不要在他完全表态之前就想起别人，免得患得患失。好，我也好想王子人口中的雌性动物哦。花痴潘美代，有种再说一次。花痴花痴花痴曾秀平。哎呦，你们不要再拍了啦。哎呀，讲完是不是？你们很奇怪，明明就是洗澡，一直泼水这样子。小瑞啊，小瑞，感觉到没有，今天整个杀球啊，那个 timing 啊，节奏感啊，掌握得相当不错啊，记住的感觉加油啊。哎 Amber， 我当然想你啊，再过一个月之后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咯。哎呀哎呀哎呀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好，喂 Amber， 等一下我妈来给我电话打给你啊。好，喂喂，志英啊，你昨天怎么都没有打给我，害我都睡不着觉。你知道我是最爱你的啊，我一整天没有听到你声音哦，整天精神都很差。哎，
好好好，等我搜寻完再回去给你秀秀。好，嗯，拜拜。这个王八蛋！喂，打架了！好了，王八蛋！陈瑞，那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要账啊！你还好吗？怎么了？爸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王八蛋，刘总，你说，把那些偷偷摸摸的脏事说给阿海听。你干嘛打我啊？你奇怪哎！我不打你才怪！你明明已经跟阿海求婚了，你还打给 Amber 跟志颖？我就只是打个电话，你也没有必要打人吧？那你为什么要劈腿？我没有劈腿，你还敢说？好了吗？好了啦，你冷静一点啦！放开我！好，我不打你。那你要干嘛？你现在就打电话给 Amber 跟知莹，跟他们分手。啊？你打不打？我不要！你这么简单的事情也不敢做，你凭什么跟阿海求婚呀？好了啦！哎，王子，人家海静他都不介意德华有没有劈腿了，你凭什么生气呀？对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说我凭什么？好，我告诉你，就凭我跟阿海求过婚，所以我不让任何人欺负他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喂，干嘛呀？你干嘛要跟他们说你跟我求过婚的事情啊？你知道你这害我很尴尬哎。所以就只好随便骗他们说，那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的事。你这样子说，他们会误会的啦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会这样子说，是因为要保护你。你为什么忽然想要保护我？从小到大，起码打仗都是我在打，你的玩具被人家抢了，也是我帮你讨回来。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班上的同学讨厌你，也是我去帮你摆平的、啊。你每次看鬼片会害怕，哪一次不是我陪你？从小到大都是我在保护你，你怎么忽然说你要保护我啊？因为以前我把你当成兄弟，现在我把你当成女孩子。自从我们上床那件事以后，我想你现在要说我王子病，没错，我骄傲又脆弱，自恋又虚伪。可是身为一个王子，我也会王子该有的绅士风度。所以陆谦要求跟你复合的时候，我故意刁难。德华劈腿，我会生气扁人，因为你是一个女孩子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所以一般女生拥有的幸福跟权利，你都要有。我也会努力让你拥有。这个白痴王子，好啊。那既然你说这么想要让我有种幸福，那你觉得哪一种人才可以给我幸福？第一当然是外形啊。外貌协会。虽然你的外表一点都不亮。喂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但是你是那种，耐看，看久会顺眼的女生，所以那个人的外表也不能太差，至少要像我。不要再捧你自己了啦。还有呢？你现在不能打排球。也不知道未来你有没有能力工作赚钱，所以这个人要有能力养你，让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。